今天是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办了一个叫做南科爱心月的野餐趴。这是一个充满温度、充满感性的一个活动。那为什么会办呢？是因为这个园区我们发展的真的很好，但是在邻近呢，有些乡亲他们生病了，没有钱，不敢去看医生，大概有70几万的缺口。我们就觉得说，园区里面有雇佣7万多人，那么我们一个人只要捐10块钱，我就有70几万，我就可以协助我们邻近的乡亲呢，生病了赶去看医生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能够多做一点事，能够多贡献一些。现在已经办到第5年了，越办越好，越办越多的爱心进来，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得到一些协助。经济的力量让一个地方强大，但是文化的力量可以让一个地方伟大。那我们希望这个爱的文化呢，能够植入在南科园区的发展过程里面，让这里能够永续，让这里变伟大。爱从南科出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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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